只要你喂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吃上两口。啊！我要你喂我。我不饿，我先去躺一会儿，等你批完了记得趁热吃。叶希沃，你睡了吗？这粥是你专程做给我吃的。我在问你，这粥是不是专门做给我吃的？对啊，你吃了吗？你想让我吃吗？怎么了？只要你喂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吃上两口。啊！我要你喂我。谭太监，你要吓死我！好端端的又肉麻什么？张嘴。